1931年春，窥伺东北已久的日本关东军连续制造事端，不惜大兵压境，密谋武装占领东北三省。中国东北军边防军新一旅旅长黄显生临危受命，出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。他积极备战，将全省警力扩充至58个县、12个总队。一旦发生危机，这支警察队伍就可以武装抗日，形成保家卫国的一股力量。阁下，关东军司令部反袁大佐发来急电。爹，命令你部务必于9月18日21点之前到达奉天城外指定位置，并随时做好进攻准备。侦查来看，奉天城的主力部队就是东北边防军独立第7旅，共有8000多人，驻扎在北大营。城里还有黄先生的警察部队、宪兵部队及其直属机关部队等，所以这次我们打的就是一个快子，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奉天城。李不羁，到，枪拿过来。是。是这么端枪吗？能瞄准吗？这样，拿着。是。全体一命。老全。队长。来了，辛苦。旅长，这帮从小不是当警察料啊，你就把我累死了，他也不会有多大长进呢。老全，局长是要把他们当军人训练，别总是这事儿那事儿啊。我不当一辈子警察了，这人又倚老卖老是吧？行行行，你们俩呀，别拌嘴了。老全，在警局里面，你德高望重，论枪法，能跟我比试比试的，恐怕就只有你了。这训练新警的事儿，我不找你找谁呀？局长这么说我明白了，我局长说实话，想把他们训练得像总队警员那样，你恐怕还得一段时间。这倒是，别看局长组织个警察总队只有2000多人，一旦发生战争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日本武装挑衅，中央一味妥协，少帅也是无奈服从。警察的职责就是保家卫民，少帅把我从东北军调来当这个警察局长，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啊。走吧，去靶场看看。我们又不是东北军，我们打扮成这样干什么？不知道搞什么鬼。闭嘴，站好。你们有谁想过来试一试啊？我来。好，看你的了。儿子，卧姿，玩什么票呢？行，亏你还记得你的旅长。哟，还给我带了一坛子酒，孝敬旅长了。
吃什么馅的呀？你小子还挡我的道啊？你找肖呢？大巡长。啊，行了。我问你，你公干期间跑这干啥来了？我给我师傅打酒。你师傅是谁呀？高泉。高泉。哦，走吧。站住！下不为例。是。哎，军爷，钱呢？啥钱钱的？下次找他一块儿结。我现在虽然是在警察局，可我的心里时常想起咱们那些摸爬滚打的弟兄们。来，马军，平时在北大营都干些什么呀？最近日军频繁地在我北大营门前搞军事活动，上面命令我们，如果日本人挑衅，叫我们一味的忍让，不能抗击。小鬼子从来都是蹬鼻子上脸，得寸进尺，可不是吗？日军的第二十九师团、独立守备队、宪兵队。特务机关又开始举行攻打城市的联合夜间演习了。什么？又开始夜间演习了？我觉得这些小鬼子有点反常，可能要出事。王以哲呢？他是怎么安排的？第七旅的弟兄们是不是已经开始进入戒备状态？王旅长不在啊。再说，上面命令不叫刺激日本人。别说戒备了，今天连我们的枪都收到枪库了。马军儿，你是军人，军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。假如日本人打进来，北大营就是奉天的门户，一旦失守，奉天可就保不住了。旅长，我会尽到一个军人的职责。局长。说吧。奉天城外发现了大批日军队伍集结，还有大量的重型武器也拉到了郊外。啊，这么快？传我的命令，马上通知警察总队，立即集合，进入防御状态。是。速回电！喂，你慢点说。连长，咱们还没有接到战斗命令。还等什么命令？再等命令，兄就没命了。战力一方，均可听其自便。
枪！哎，郭巡长，带上我了！郭巡长，郭巡长！王旅长，小鬼子终于绷不住了，要动手了。我已经下令，警察局全力配合你们北大营。速度快点啊！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接到命令，全力撤出北大营，向东山嘴子集结。什么？你们要撤？那奉天不要了？那你让我怎么办啊？上面的命令不准抵抗，我既不能违抗军令，又不能让弟兄们等死，只好出此下策呀。不，你们要撤了，奉天城的老百姓怎么办？粮库不要了，金库不要了，还有那几百架飞机都拱手让给日本人，没办法。王旅长，谁愿意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？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王局长，我劝你跟我一起撤吧。王旅长，我承认军人要服从命令，可是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啊。我已经下达了撤退的命令。你们一枪不放就这么走了？把整个奉天城就这么让给日本人了？要不我再给你多留点武器弹药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你们不打我们打，中国人不能丢了国性，我们警察绝不会像你们一样。你为什么不撤出？你告诉他，我们三连确定将士与北大营共存亡不射退一步。连长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违抗上级命令的后果难道你不清楚吗？什么狗屁命令，见到日本人就跑，是中国人军队吗？连长，你也要为弟兄们着想啊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不怕死的跟我冲出去。快！局长，鬼子已经动手了。城外的北大营、飞机场、军械库、车站，全都已经落到了小鬼子的手里了。您看，是不是通知各分局警员，马上集结到要害部位？鬼子下一步就要攻城了，没有时间了。局长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局长，到底怎么了？兄弟们，保卫奉天城的百姓就靠我们了。局长，你开什么玩笑呀？军队都撤了，咱们警察还跟人较劲呢？我看今天的这个集结就算了吧，咱们都回家收拾收拾，逃命吧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咱们可是警察，不警察就更不行了。你胳膊拧不过大腿啊。局长，我同意撤退。局长，我们撤了，撤吧！弟兄们，撤！不能撤，局长，撤吧！不能撤，不能撤，不能撤！局长，不能撤！不能撤！不能撤！报告局长，我们三十名青年学生组成了敢死队，要求上前线杀敌，请您发给我们枪支。发什么枪啊？你黄嘴丫没退，发什么枪？拿粮快拿去！爹，咱们不能贪生怕死，奉天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。十几年戒烟的你，你知不知道要撤退了？撤，不能撤！对，不能撤！不能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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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
小鬼子对我东北垂涎三尺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他们今天终于忍不住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不想说警察的职责是保一方平安，可我们要拍拍胸脯想一想，我们吃百姓的，穿百姓的，百姓现在有难了，我们却扔下枪跑了，我们对得起谁呀？我们他妈的是人吗？我们穿上这身皮是警察，我们脱了这身皮那就是城中的百姓，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生活着，我们怎么就能忍心看着街坊邻居受小鬼子凌辱啊？全叔，你是咱们警署资格最老的警察了，你德高望重，恐怕这奉天城的百姓没有几个不认识你的。你想过没有，你拍拍屁股走了，他们会怎么想你，会怎么看你？报告，报告局长，日军把咱们的电话线全部切断，西城外发现了大批鬼子。全体都有，听我的命令。一分队、二分队，到二经街，修筑工事，去阻击敌人。三分队和巡警队，赶往粮库，转移粮食。督察长带四分队，负责银行方面的行动。老全，你带着人，赶到六分局路口，为我们转移银行金库里。东北军都撤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是来请战的。请战？你小子就不怕违抗军令吗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卫国家。好样的，跟着我到二经街，大家一起阻击小鬼子，走。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在北大营西北侧后线炸毁我南满铁路，我军。
后面跟上，快！报告长官，我们进攻部队已经从小西门全部攻入宋连城，正在对重要目标实施占领。远处的炮声是什么？是些警察负隅顽抗，死守粮库和金库。真是自不量力！对那些不堪一击的警察，不必纠缠零星的抵抗，直接进攻他们的总部，派一个小队过去，跟他们玩玩。是。各分局，让咱们的人不要和鬼子硬碰，一定要利用有利地形消耗敌人的兵力。是，你马上再派些人去粮库那儿，尽快把粮食都转移出来。是，走。一飞啊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银行，你马上给我带些人手，赶到银行去，火速转移银行金库里面的物资，那可是咱们奉天城的命根子。
兄弟，别跑，跟我去二厅街打鬼子啊！军爷，我们不被你们当兵的，还是让我们回去吧。你没看到你们黄局长领一帮兄弟打鬼子吗？同时警察，你们缺往后跑。你看看，让我们拿着警棍给日本人打，那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？不是有机关枪吗？有枪用枪，没枪的跟我收工事。军队都撤了，我们装什么大半蒜？你怎么这么说话？国家兴旺，匹夫有责。你吹啥呢？我吹牛？你看看我这俩兄弟，咋的？ 你觉得我们虚拟好欺负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狗进来还咬人呢。你有能耐你去咬日本人，跟我玩什么？你咋骂人呢你？我骂你怎么着？你放开！不放！放开！不放！放狗就这么张冠无力？干啥呀？啊！想开枪啊？有本事你朝这儿开！你要是不敢开枪，你就不是娘养的。我要是眨着眼睛，我就不是娘养的。来，开！等我。 让他们走，弟兄们，撤！老陈，怎么样？我兄弟没看着花大姐都上来了吗？小鬼子，别顶住，怕是顶不住啊！ 必须给我顶住！也好，这事还没转移完，能顶多久顶多久？我先过那边去。兄弟，走！不小心弄掉了。哎呀妈呀！这多钱？还打个屁仗啊！咱赶快回家吧。 你们不能抢的，这是国库的东西，犯罪的。啥时候还犯罪？去你妈的！跟你说，哎，住手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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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为了这几个钱，你连警察的脸都不要了！大敌当前，凡是破坏战线者，趁火打劫国家财产者，一律按汉奸论处，拉出去毙了！局长，我当时啊是一时糊涂，我才做出这种事情来。局长，你给我次机会啊！什么？糊涂？ 你糊涂！你给我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！你看看，多少弟兄为了保卫奉天城，连命都不要了，你怎么能干得出来如此的勾当？局长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当时真是一时糊涂才犯了浑。局长，你给我次机会，我出去剁杀几个小鬼子。啊，局长，局长。 六分局的阵地已经失守了，全说他们退到了金库门前。另外，
鬼子占据了鼓楼，在上面疯狂的扫射，打得我们人都抬不起头来。我看二进街恐怕也守不住了，怎么办？鼓楼是这一带的制高点。局长，我让一带人上去夺回鼓楼。鼓楼上有多少鬼子？多少鬼子不清楚，上面有一挺重机枪。局长，鼓楼有个通道，能进去。局长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一定夺回鼓楼。老子再信你一回，去吧。谢谢局长，谢谢局长。啊，弟兄们，跟我来。哎，粮库那边怎么样？能转移东西都从小东门转走了，还有大批粮食没法转走，怎么办？散给百姓，让百姓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，实在带不走的话就烧掉。还有金库，一飞，你过来。你马上去支援全叔，他们那儿需要人手，我带人去二丁街，去吧。是。跟我来。抓紧时间。老全，鬼子随时都有可能摸到这个地方来，你赶快带几个弟兄，帮助一号的人，赶快把黄金子弹找地方藏起来。啊。哎，怎么来的？这么多黄金往哪藏？往哪藏？你是奉天的老弟兄，你给我想办法。弟兄们，八队井，快！董事长，牛家铁上铺后院有一口枯井，可以抢。我现在就去。怎么样了？你爹没事。上面有鬼子，我们打吧。上面有几个鬼子，还一挺机枪，就咱们这破玩意儿，上去就得送死。那怎么办？我呀，去扔两支枪啊。傻小子，你可别犯糊涂啊！情况不妙，你就撤啊！还你啥时候？哎呀，这可说不准。弟兄们，给他们留支枪。走。井里边地方大不大？大。以前躲胡子的时候挖了一个洞，藏你们几个没问题。藏人干什么？我要藏宝贝的。啥宝贝？国家资产。咱们奉天城办个家当呢。外面那么臭小子，抓紧时间起走。我先下去看看。老全，等等，底下黑，我给你整着呢。老全，接着。哎。叔，里边怎么样啊？里边挺宽敞的，赶紧往下顺东西。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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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回来了。儿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娘，小鬼子打进城了，我们赶紧收拾东西走吧。我不走，我一个瞎眼老太太，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？娘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别犯傻了。我问你。谁让你回来的？是不是你偷跑的？我全叔让我回来的。那你全叔呢？
这个臭小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让你守住你全叔，你怎么能把他丢在那儿不管呢？娘，真的是全叔让我回来的。儿子，你要是真的孝顺娘，你就跟着你全叔，他到哪儿你到哪儿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啊！宝琦，别惦记着娘，啊！弟兄们，给我打！杜团长，事办妥了。火支援，占领制高点。弟兄们，大家跟我冲！
军战领奉天武机库，缴获装备步枪95000余支，机枪2500挺，大炮650门，各式迫击炮2300门，飞机260架等。好，传令下去，部队休整，听候命令。局长，小鬼子占领了奉天大部分政府机关，已经停止交火，下令休整。王医生，忍一忍，这怎么回事？动手术没有麻药啊？这是江辉医院的王医生，在警察局的黄局长。给你添麻烦了，黄局长。现在很多伤员需要救治，还要动手术，可是这条件太差了。难为你了，要不我去和日本人交涉一下，把这些伤员送到我们教会医院治疗。你看现在这种情况，可能吗？日本人应该知道国际公约，按国际惯例这是可以的。如果他们遵守国际公约的话，他们就不会侵占我们的奉天城了。娘呢？问你话了。我娘让我回来的。我娘说，师父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爹，我不能像你这么贪生怕死。王明，不，你那意思是说你爹贪生怕死是不是？你阳性，你有能耐，你现在就出去，你出去死在日本人手里，还不如我现在就成全你。哪去了？老全，傻子，你干嘛？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吵什么？急赤白脸像什么样子？你就别阵前殉职了。还疼吗？别怪你爹，他是担心你。就你这臭脾气，好话不会好说呀。哎，在鼓楼上机枪打得不错啊。啊，行啊你啊，训练时就练得不错，没白练呐。你杀敌的决心是令人赞许的，但要做无谓的牺牲还是没有。国家正在危难时，正是需要你这种人才的时候。人才个屁！你看，没完了，你是不是？你别老子最大那一套吓唬孩子。宝琴，照顾一下伯明。没事吧？咋的？说你两句还不愿意啊？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，跟孩子也一般见识，真是。老全啊，你别看我来警局时间不长，这警局里的事儿我可是知道不少。就说你吧，老婆死得早，一个人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拉扯大，还能供上学，这多不容易啊。还有宝琦他们家，宝琦他爹被小鬼子抓去当劳工，他娘呢一夜哭瞎了眼。像这种情况，你不就是帮衬他们家吗？这局里上上下下提起这个事儿，哪个不竖起大拇哥？人这辈子
不管什么事儿，你摊上身上的都得过呀。说实话，我真不想搭这个账。我爷爷为了活命闯了关东，结果怎么样，就胡子给杀了。到了我，就赶上战乱。细想想，这人活的不就是条命吗？早晚都得死。我儿子说的对，人不能老为自己活着。 局长，我想开了，活上这条老命，跟着你，不提撤退的事儿。哼，你这个人啊，我跟你说，该打的时候不打，那是什么？孬种；该撤的时候不撤，那是傻瓜。局长，奉天城你不要了？谁说不要了？我说不要了吗？奉天城是咱们的奉天城。 这东北是咱们的东北，怎么可能不要呢？只是现在，这形势复杂。就说少帅吧，他现在这种情况，那也是为难，心里不知道多难受啊。咱东北的百姓，全国的啊，有良知的民众，一定不会甘心把东北三省白白的送给日本人。 我今天给你交个实底儿，我黄显生日后一定会带着人马从小日本手里把东北夺回来。今天啊，交给你个重要任务，你对奉天城的地盘熟悉，你带着你儿子，还有百姓、伤员，赶紧撤出城去，我给你们做掩护。 我不能走啊！你怎么就不能走啊？我都说好了，跟说什么好了？我现在说好了，听我的。我不走。反了你是不是？局长，要走让宝琦走。为什么？他一个瞎妈把他拉扯这么大，不易呀。 好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还在跟你爹怄气呢，局长，快坐。刚刚我把你爹叫过去，狠狠地训了他一顿。哼，伯明，你也得体谅体谅你爹，他也不容易。 你不是想上战场吗？今天我交给你一个更重要的任务。您说。你和宝琦护送这些难民和伤员撤离奉天城，把他们送到锦州去。护送伤员？可是我想上战场。你是不是以为护送伤员很容易啊？这比上战场更艰巨、更光荣。你想想看，这些伤员。 都是为了保卫奉天城父的伤，保卫他们的安全，那是我们的责任，你懂吗？懂。那你说，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？能。好样的！快点！黄局长，辛苦了。奉天城的老百姓全靠你们了。 奉天城的百姓们，小鬼子攻占我们的家园，我们势单力薄，不得不撤走了。没有保护好大家，我黄显生愧对你们。但是我发誓，日后一旦做好了准备，我们就一定会和小鬼子血战到底。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一定会把奉天城。 夺回来！奉天城是我们的家，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儿生活，谁也不愿背井离乡。可是俗话说得好啊，
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咱留的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乡亲们，回去收拾收拾细软，能走就走吧。我们这些警察一定会保护大家安全撤离。局长，大叔，你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我们大家感谢你们呀。牛哥，谢谢你们呐。老全，别客气。来，喝喝。郭明啊，来来来，谢谢啊，榨菜丝儿，谢谢，吃饱了，打仗有劲呐。好，谢谢。伯明这孩子还真是个好苗子，这要不是战乱的话，一定可以委以重任。这些年轻人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，一定要保证他们平安地离开奉天城。爹，你吃吧，你也一天没吃饭了。你吃吧，你爹这奉天城哪嘎达还不混顿吃的？吃吧。我解释解释，这是为什么吗？你不是说只有一小部分警察吗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单？而且竟然在一夜之间贴满了大街小巷。报告长官，这是有的人为蛊惑民心到处散发的宣传单。看来我们轻视了中国人的抵抗，我军士兵伤亡还在增加，这样下去我担心会出大事。山田君，消灭这群警察对于我们来说轻而易举，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实力。很遗憾，哼，你让我很失望。是，我大意了，请阁下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传令下去，封锁所有通道，挨家挨户给我搜，把那些抵抗分子统统给我杀掉，我们没有时间再和他们周旋了。是。各走，滚。爹，有事儿吗？你没睡啊？哎呀，明天一大早就要走，该记清的道记清楚了吧？嗯。从这儿出来，穿过中街，这三条胡同过去，这片开阔地最危险。爹，别打断，你一定要顺着墙根儿，带着大家动作要快。危险的地方我都给你记下来了，记住了。
你娘留给我的，给你说媳妇的。爹，我收好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啊，你我现在都是抗命之将了。打完这一仗以后，你我搞不好要被军法处置啊！哼，他们就是枪毙了我，我也坚信抗击外敌没有错。我早就想过，日本和中国军队必有一战。你看。这小鬼子在咱们家门口骑着咱脖子拉屎，可是政府呢，听之任之，不管不问。可惜啊，南京有人说你都要被赤化了。什么？赤化？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，听拉拉咕叫还不种黄豆了呢。无风不起浪啊，旅长，你要小心呐。哼，我倒是觉得。你小子有赤化的嫌疑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南京党部那赤化的名单上，可是有你的名字。这帮王八犊子，成天没事就知道坏人。我只不过是听了几次学生演讲。哼，学生的演讲我是听过，那可是极具煽动性的。旅长，您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，参加过五四运动，这帮学生，你应该理解。我当然理解学生，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之才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流血牺牲。国难当头，抗击外敌的事情，那就应该由我们这些军人来干。学生应该好好的念书。金戈铁马，力战军，扬我中华之威，不知道这份豪情在当前统治下如何能实现。我永远不能忘小鬼子偷袭了我们，上面又不准我们抵抗，可是有很多兄弟连衣服都没有穿上就被打死了。等接到撤退的命令，有很多兄弟都哭了。小刘躺在我怀里，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我不是懦夫，有土不能归，有家不能还。”旅长，我心不甘呐。兄弟，放心吧，中华之大，你我不会忘有报国之志的。报告长官，现已查明，警察指挥部就设在二经街的一个仓库里。里面还有些难民，我建议增派兵力和坦克部队，拂晓前开始对二经街两面加攻，一举消灭他们的指挥机构。山田君，全力绞杀这群抵抗分子，别再让我失望。哎，局长，日本鬼子正向这里合围。哎，要重新控制了鼓楼怎么办？局长，小鬼子火力太猛，恐怕顶不住。马军，你马上带着你的人赶到小西门，摸清敌情以后，我们在那儿汇合，实施突围。好，局长，怎么能从西门突围呢？鬼子正从那儿进来的呀。鬼子推进的速度太快，我想小西门他们不会留守太多的兵力，
再加上鬼子轻敌，小西门突围啊，比较合适。你们两个马上召集担架队，护送伤员转移，争取在天亮之前赶出城去。进陈路，咱们小西门见。楚王，好，兄弟们，动手！啊啊，把伤兵统统枪毙！住手！你们不能这样！放开我！这么做是违反海牙国际公约的，我去国联控告你们！绑带！这边情况怎么样？小西门，我根本就没到得了。去往小西门的几条路都被鬼子重兵把守。局长，要不咱拼了吧？老全，你对奉天城大大小小街道最熟了，你告诉我，还有哪条街道可以出去？伯民走的那条路相对安全。局长，要不咱就走那条路？不行，伯民带着伤员出城，万一他们没出去的话，我们一到，这不等于把鬼子引进去了吗？还是走小西门。小西门不能走啊！为什么？全让鬼子占了，只有两个胡同可以走，一旦走错了，就是开阔地，必死无疑呀！怎么办，局长？不能犹豫了，就走这两个胡同。老全，
巡警队那边还有咱们不少弟兄，你赶紧过去，把他们带出来，到城西烧锅集合。老玄，注意安全。明白。走走。长官已经抛弃你们了，你们已经走投无路了。大日本红军是优待俘虏的，只要你们把武器放下来，走出来投降，就有活下来的机会。巡长，你们该怎么办？巡长，要么咱们放下武器出去吧。弟兄们，不能相信的，那是鬼子在欺骗我们，我们一出去会被他们打死的。仗都打成这样了，还怎么打？就是，我们问那些长官拼命，他们呢却把这些弟兄都丢下了。弟兄们，军队都跑了，我们还有啥好抵抗的？日本人现在给我们一条活路，难道我们还往死路上走吗？弟兄们，降了吧，保命要紧。哎哎，徐长，哎，弟兄们不能降啊！准备。开枪！我们投降啊！皇军，小心！哎！你很听话，要想活命，让你的手下把自己绑起来。皇军说了，要想活命，自己把自己绑起来。后面，再往前走就通往锦州的大路了。你带着他们走吧，我都回去。哎，回去？干嘛回去啊？你把这些人安全带到锦州，我们就算完成任务了。我娘在城里，我不能丢下她不管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回去。不行，你怎么就不明白你爹的心思呢？你是他的命根子，你可不能再有三长两短。再说了，这些伤病员，你能丢下他们不管吗？你是有任务在身的，宝奇，别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要是有命，我们锦州见。快点！
快！快点！准备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射击！师傅，伤员和百姓都已经安全送出城了，伯明正带他们往锦州方向去呢。说好了，你跟伯明一块走，你回来干什么？你，您在城里，我娘也在城里，我得回来。你赶紧找伯明去，你娘是我管。我娘说了，我娘说，师傅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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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。
谁呀？宝琦，是你回来了吗？谁呀？谁呀？你们到底是谁？他是个瞎子。你们是日本人，你们干什么？我跟你们拼了！啊！放下武器！呀！呀！啊！到了就好。局长，全叔还没到，咱们到里边等他，告诉弟兄们注意隐蔽。快来进，隐蔽。按照现在这个局势，锦州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旅长，东北群龙无首，只要您振臂一挥，大家都会响应的。到那时，我们主力义军打鬼子收复家园，怕是孤掌难鸣啊。旅长，我听说你把58个县的警察归纳为12个总队，兵发枪支弹药，我相信一切的进步力量都会支持你的。这是我在城墙下撕下来的，大街小巷都是这个传单。这份传单在宣言中明确地指出，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抢占我东北三省，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队滚出中国去，坚决支持抗战爱国力量。我不管什么党，只要他是真心抗日，我黄显生就信他。局长，老玄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一飞，再找一找总队的人，天马上就亮了。天一亮，咱们就突围。是。这是小西门，鬼子有一个小队把守，但是街道那边还有更多鬼子。好，一旦枪响，周围的鬼子就会增援西门。局长，我们警察总队能找到的人都找到了，还100多。太好了。局长，鬼子装甲车坦克开过来了。局长，不把这些铁家伙打掉，我们很难冲突出去啊。是啊，我们得组织一个敢死队。敢死队算我一个。这儿没你事儿。局长，我都活大半辈子了，没干出什么大事儿，今儿个成全我。局长，局长，这面总队的大旗，还给你。
老全，我跟兄弟们喝碗壮行酒。兄弟们，奉天的百姓不会忘记你们，我黄显生不会忘记你们，让我们同生共死，我敬大家，干了。转移，
918事变后，黄显生带领他的警察队伍从奉天成功突围，退守到了锦州。他积极倡导并组织爱国群众武装抵抗侵略者，成立了辽宁抗日义勇军。在他的影响之下，东北各阶层群众官兵纷纷响应，举起义勇军的大旗，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的武装斗争。